富城碗底有两撇步，一撇步煮食有手咯，一撇步来画鸡仔咯。小布，你来看一下。好。整区的很多哎。哎呀。嘿。我画两笔就好，其他给你的。哦。不要啦，他还要拍啦，你给他拍一下嘛，人家那区是市长的，你看要一定的分量才可以的，好吧？那是我画起来很辛苦的，你让他拍完，还可以结束。哦，不过都没有发抖，很厉害。对啊，这是台南的碗呢，你这么喜欢古董。青花呢？这青花呢？是青花、哦。青花。对啊，到时候你就有一个自己的碗呢。纪念你在我们，那还是画大片一点好了，真的，在我这边看起来会更美。对对对，那还是画大片一点，因为这个碗5年、10年、20年都会留下来。嗯，之后会有一个大的放台南。这个碗永远会在台南。对。所以以后大家会来看过啊，那个是谁画的这样子？嗯。丁力啊，还是让你画的。还什么？其他的还是让你画的，拍完就好了。好了，拍完。哦，这样可以的。那我们把这一栋的这个两个画，就是把房子盖完。这两个房子是艺术第二份。嗯。我画的很累呢。很累啊，稍微过来看。对啊，对啊。这是我们台南的盛世。南头也有一个啊，你有看到过？那也是淘米子教堂啊。对。越盖越快。真的。OK 了。很棒。睡觉，好了吗？一点缺点好了吗？还要盖吗？来了吗？盖好了吗？好，把握机会哦。好，最后一栋。你有没有盖九栋？可是因为了可以待了，哎，天没了，天气困难，是这样。就快要完成了，加油！看，有人要给你照相哎，你要赶快给我们。去看过南投是南投吗？对，你看过安平的耶，多么的幸运！是南投那个为什么是绿色？因为那时候输出的时候是用那个颜料输出，所以它是有一点点特色。嗯，那好台南的，画你台南，你们从哪里来玩？台南。你台南哪里啊？我不是台南人。那你是成大的？不是。啊，那你是学生？